好，开始。猫猫猫猫猫猫 ，OK。你就告诉我在猫什么？你说我们在晴天岗找牛啊？你本来没说话。你要说什么？你告诉我你在干嘛？你呼唤牛啊？呼唤牛啊？对。啊，呼唤到了吗？还没。还是一望无际的草。牛到底到哪里去了呢？想想看啊。我们再去找吧。你看，我们从那个红红梅到这边了。啊，你踩到牛粪了啦！啊，那就是牛粪。没关系，干掉，那都是草了，没事了。你知道牛粪可以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可以做燃料。它干就是牛粪晒干以后，你可以点火，它就会一直燃烧。还有像骆驼的姐姐。